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参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力气很大，他可以把狮子撕开，他力气很大，他抓取一个驴腮骨可以把1000个人给打败，他可以下到亚士基伦那里把30个人啪就把人家杀了，把人家衣服给抢过来，他力大无穷。但是在参孙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真正力气很大的人，一个很勇敢的人，去面对征战的人，但是在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选择用什么的方法去处理他自己的情绪呢？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不是生气了发脾气了摔东西砸东西骂人打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其实是勇于面对自己，有勇敢，有足够的力量。我常常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鼓励很多，不管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家暴不只是男生家暴女生，有的时候女生也 很凶暴这个家暴男生。但是我常常在讲，家里面夫妻在一起相处，家人在一起相处，这牙齿都会咬到舌头，那么亲近的人怎么会没有碰撞呢？一定会有碰撞。但是真正的勇敢是什么？真正的勇敢不是家里面有一个冲突生气了发起脾气的砸了东西砸了杯子踹了椅子把门摔了走人了，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我现在非常生气，你非常让我愤怒，我简直是，但是我管得住自己，我停下来好好的坐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跟你一起面对问题，那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面对问题，不是砸了杯子踢了椅子踹了门就走人了，其实那是逃避。有很多人生气在家里面摔东西打大吵一架，所以回办公室去工作去去酒馆喝酒了，而且找朋友打麻将了，其实那都是逃避耶。真正的勇敢不是逃避，真正的勇敢是我不逃避，我现在很生气，可是我不走人，我不摔门，我不跑掉。常常 跟这些吵架的夫妻讲说，只要有你有腿摔，你有手用手摔杯子用脚踹门走出去，这有什么难呢？难的是此刻我不摔杯子，我不踢椅子，我不踹门，我让自己安静下来，我好好的面对问题，那才是真正的勇敢。我再说逃避，你即便 你逃的方式很帅，摔了踹了走了，逃避不是勇敢，面对才是勇敢。参孙生气了，参孙发怒生气了，就走人了，回家去了，不收拾善后。这边你刚刚在婚宴上面，然后呢一生气就走人了。逃避不是真正的勇敢，留下来面对问题才是真正的勇敢。我看见圣经中有神的应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应许成全大而难成的事，只要信靠他的真道。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真道。当听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你当专心依赖信靠，接受救主真道。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
这是神的话，在我凡事都能为你而写，你当接受，相信他的应许，神不会落空，凡他所言，他必成。成就的事，只要你心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心靠他真道。当地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你当专心依赖心靠接受救主真道，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